伴随着人机交互、机器学习、模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，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成了这一技术时代的新趋势。云计算和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更使得人工智能迎来了新的契机。在互联网、汽车、智能家居、机器人等各领域，人工智能在进行着井喷式创新，并即将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深度学习、计算机视觉、智能机器人、虚拟个人助理、语音识别、实时语音翻译、情境感知计算、手势控制、视觉内容自动识别、推荐引擎等领域。人工智能的兴起是大数据、云计算科学进步的产物，也是人类对未来世界向往的必然。人工智能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所有主流科技公司不能忽视的力量。Xindao学院人工智能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实战型设计、开发、管理等能力，掌握人工智能领域相关软件开发技能。其专业核心课程包括机器学习中的 Python 语言、人工智能数学基础、机器学习概念与入门等。企业实训课程包括手写数字识别、验证码识别、人脸识别、语音识别、人工智能综合开发等。人工智能专业学生毕业后可进入智能家电、智能制造、智能汽车、无人机、航空航天、智能医疗、智慧城市、人工智能应用等相关行业从事岗位工作。